所以说我们的关键词六就是世界发展。2021年，人工智能技术大力向前发展，先进科技继续造福人类。脑机接口装置预计将在人类身上使用，可以帮助四肢瘫痪者恢复全身的功能。人类正在加速探索太空等等，这些都在不断地推动人类持续向前。这一年，人类探索宇宙迎来一连串的首次。9月份，美国航空航天局毅力号火星车首次成功采集并打包了第一批岩心样本。12月16日，欧洲航天局宣布首次发现火星水手号峡谷中心区域存在水。12月15日，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帕克太阳探测器首次穿越太阳大气层，采样了粒子和磁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航天器近距离接触太阳。这一年，进入太空的探测器数量和探索的距离也在不断增加。天问灯火、羲和探日、银河巡天、天宫揽胜，中国在探索星辰大海的浩然征途上正大步向前。尤其是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再次留下中国印记，迈出了中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这一年，中国探寻宇宙信息的大科学工程硕果累累，中国天眼